野熊狂追单车男，惊险画面疯传。斯洛伐克北部的两名单车骑士，这天傍晚正在享受沿山坡而下的风景，却被一头可能饿着肚子的野熊发现了他们的踪影。请继续看着画面右方，后方骑士 Dusan Vincic 身上的摄影机所捕捉到的画面，让人不难想象，看着大约360公斤重的熊追赶你的朋友，感觉有多恐怖。更别提，要是那头熊突然决定转身，会发生什么事了？让我们再看一次影片吧。这段影片在5月8日被上传到 YouTube 后，立刻爆红。第一天的观看次数就已经超过15万，而且还在增加中。算他们好运，野熊很快就放弃，并且回到树林中。Vincic 为了把熊吓跑，一直大吼，可能也有帮助。我们要提供一点专业建议，被熊追的时候就拿野餐篮丢他，反正他八成是冲着他来的。